噔噔噔噔噔，干嘛说的？大家好，我是个 popper。大家好，我是个 locker。你站着不动，我以为你是个 soldier。你不像个 loser， 应该是个 winner。对，九哥讲那么多话会不会口渴？但是场内静静一时，而且下一个表演是我们的 NTU Wake Up。哇，nice。